在接下来表演开始之前呢，我再回应一下，刚才飞哥说我护照掉了，居然只是找到，这样不行，飞哥。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魔术师，护照当然是变回来的。哦，真的，好厉害哦！我是魔术师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可是你怎么在香港睡了一晚上？扑克牌。接下来这段表演呢，是我在综艺大哥大大魔镜有史以来做过最困难的一个表演。好，昨天我在香港的机场练到凌晨三点，真的真的这是真的。让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，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呢，连郭安迪也办不到。哦，那也是个老师哎。扑克牌有一点不爽，挑衅的意味。看完之后，任何人都会心服口服。洗牌会吗？像这样子，okay. 两叠这样在一起，相当的专业。哎呦，被称赞了，有练过很多次哦。被发现，好，算是洗得相当不错，我把它合起来。好，在这种乱七八糟洗过牌的状态之后呢，我们看到牌呢全部是乱七八糟的状态，对，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下马剑。嗨。你知不知道一副扑克牌有几种花色？应该是四种吧。四种。对，是。说得出来。Heart, Dia, Spade, A Club。中文。中文。爱心、方块、方块、黑道、梅花，算是相当不错。对对对，有进步有进步。好，四个花色随便选一个。嗯，黑道。黑桃。对。好，仔细看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整个奇迹的过程只会在十秒钟之内发生，所以我想请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、工作人员还有现场的来宾跟我一起倒数。好，我估计呢整件事情呢只会在十秒钟之内完成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十秒钟。好，各位可能不知道，在这十秒钟之内我做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我把整副扑克牌呢分成了十叠。哦，好，各位看得出来吧？嗯，其实这并不算奇迹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，飞哥也可以做得到。但是我做了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首先仔细看第一叠牌，它是一张，对，一张。对，第二叠牌它是两张，两张。第三叠牌呢三张，当然第四叠牌呢一二三四，第五叠牌一二三四五，第六叠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七叠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八叠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九叠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第十叠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是我刚才做的事情的其中一件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夏瓦倩，你还记得一开始你说了一个花色 ，spade，spade，spade S 黑桃，对，一在第一碟的最上面，第二碟的最上面黑桃二，三碟最上面黑桃三，第四碟当然是黑桃四，第五碟当然是黑桃五，第六碟当然是黑桃六，第七碟当然是黑桃八，好，黑桃九，黑桃十。七八九十，哇，这也只是我做的事情的其中一件啊。嗯，还有啊，短短的十秒钟之内呢，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对啊，在魔术的史上其实应该可以录惊世世界纪录。好，但其实我还做了几件其他的事情啊。哪有，第一件事
既然黑桃一到十找出来了，嗯，十一也应该要出来了。还记得你洗过牌的哦。对，好，十一出来之后呢，十二应该要出来。哇！哎呦，十二出来之后呢？嗯，十三，十三，十三也应该要出来。这张牌在扑克牌里面叫做广告牌，没有任何的用途。好，我们暂时不需要它，丢到一边去。另外还有两张没有用途的牌是鬼牌，也不需要用到它。接下来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刚才我还做了一件事情。还有哦？还有。仔细看，现在要把牌分成三叠。你洗过牌哦？嗯。第一叠牌，第一叠牌最下面张是梅花 A， 第二张是梅花二。红心四、红心五、红心六、红心七、红心八、红心九、红心十、红心 K、红心 G、红心 K。这里呢，方块 A、方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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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、方块五、方块六、方块七、方块八、方块九、方块十、方块十一、方块八、方块。谢谢大家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是太神奇了！你是不是也被这神奇的魔术吓到了呢？魔界一哥刘谦果真是名不虚传，想看更多神奇的魔术，千万要锁定每周六晚间八点《综艺大哥大》。